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PMI， 好久不见各位。来，我们来这一款，也是一个观众丢给我的，然后它叫《决战 EGM》。比较特别的事情是，它还是在封测的版本，而且光看封面还蛮香的嘛。好，没关系，咱们走吧，去看一下，去看一下，去看一下。仅升级到最新版本，我要怎么升？哦，有了，终于，我把它。好，因为这个游戏很像是还在测试伺服器啊，然后我刚刚下载版本很像是旧的版本，没关系，那咱们终于点进来了。好，怎么这游戏感觉有种满满的？哦，不讲，来，我们看一下点击三次购买机甲，原来是机甲版本哦。好，画面是很潮啦，而且画面有一点香，可是香到有一点好，不说，大家各自不同的感受啦。那这个怪物还蛮可爱的嘛，击打小兵可获得能量，能量够就可以购买机甲。好，一样的游戏内容，然后这个是怎样？扣动相同卡牌以合并就会往上变成一个随机的等级二，它数字直接写在上面，所以它外观不会有任何的变动。好，然后呢，升级机甲可以提升啊，一样啦，来点一下升级，怎样？升级这个画面也太香了吧！我方死级小兵后，敌方就生成一只小兵哦。这个我就有感觉再好一点，它这个版面布置就是我方可以打野，敌方可以这样，因为毕竟真的在玩的时候，几乎都只有在看自己，偶尔才会去看一下对方。我觉得这还不错。那好，继续，我应该不会输了吧？这钱也给太多了吧？那什么时候突然给2000块？这也太多了吧？来叫满，他叫不能一口气叫，得慢慢叫。然后呢？能量足够可使用角色技能哦，现在都有这种是不是？好了，是不错，这个外形，不予置评。好，然后刚刚的技能感觉是全部换成同一个形式的骰子吗？然后攻击特别强，感觉应该是这样啦。然后升级，每升级都会跑出他一次，对不对？一次升级两次，没有，他直接自己砍掉而已，好像没什么。敌人到了终点会消失一点体力，一样是3点嘛，对不对？当对面体力为零的时候 ，OK， 好，结束。那这是我的外观吗？他没给我选的，对不对？进来，好，基础奖励、连胜奖励、总胜、总数哦，总和加起来，然后还会获得额外的零件。哎呦，多了一个新的数据，然后可以看到对面的骰子的等，不是骰子，机甲，对面机甲的能力，然后很好，完全看不懂。刚刚我能不能点对？来，一样，输入名字叫大头下雨。真的玩起来整体感觉有点卡卡的，老实说。好，获得新角色应该是手抽吧？没有，它是角色，是旁边刚右下角这个位置的那个角色。好啊，很香，比起骰子里面香多了。获得新手宝箱能量320个，所以该不会玩是要能量的吧？然后获得一个卡牌，它也不能点，然后也不能点，反正就是一些送的吧。刚刚是光剑吗？这应该是感染吧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是锁骰嘛，对不对？缓速嘛。好，我觉得这个游戏的外形好像都很爱走这个风格，对不对？然后在干嘛？这是读档吗？对，感觉在读，因为我现在其实不能做任何事情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滑鼠。然后呢？他读档也读太久了吧？不要跟我说就这样而已哦。这应该是在跑画面啊。对，好，来，我们等一下。有了，齿轮哦，原来这是齿轮啊，我看错了，点击升级，好一，点齿轮，可是完全不一样哦，然后换一个，随便换一个，好，点击 P， 我没有那么快要打了，然后好，一样，咱们先，它有合作有活动，它活动是放在这里，活动还没做，然后合作模式也不给点，对战，你不是叫我点吗？点了也没用，等一下，这游戏该不会就是？现在真的是有 bug 吧？现在我直接遇到 bug 也不能玩。好，每日宝箱，来我们领一下。不给领。合作模式打10层以上，然后200，这个是钱吧，对不对？然后这应该是钻石，然后多一个骰子，然后现在都不给领，对，都不给领。对，很好。那宝箱零件是什么呢？一件领取哦，没有，要40个宝箱零件，所以就连 PVP 也可以有宝箱零件。也可以收集卡牌的意思，然后再段位宝箱，那还不错嘛，不管你玩什么都有。那现在段位有到4000分而已，还可以。有没有一起打合作的？有聊天室
啊，大家都好香哦。啊，右上角有邮件，没有给任何新手的东西。然后角色的话，我角色可不可以换个头贴啊？有啦，可以换。好吧，算了，我当一个像，好，换一个怪物就好。OK， 来，咱们去看一下他的骰子，也就是机甲。首先是他有获得哦，换上去的就在上面，所以我们先从上面开始看好了。先锋优先造成敌人哦，就铁骰哦，铁骰叫先锋。OK， 好，那赤焰哦，名字很中二。好，火骰一样范围伤害嘛。然后这个是适应，这么早就送适应哦。感染敌人感染后留上毒气沼哦，所以刚刚那一坨一坨就是沼泽就对了。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变身，这里就是又哦，这叫变灵，好、哦、好酷的名字哦，真的蛮酷的名字。升级提示一样加攻击的，变身后攻击速度加快。OK， 好，然后暴击伤害是 12% 哦，是我目前的暴击伤害才 12% 哦，这么低哦，这个游戏给那么散呢、啊？对，哎，0.64， 6%，好吧，还不是很懂。然后连结的个数增加攻击力哦，它是齿，就是真的是齿轮没错，所以刚刚只是显示的问题这样。他叫我点这个，可是都会跑出那个画面来。好，有伤害加成5%，然后如果可以升级是加20%，然后不知道游戏升级会怎样，对，不知道。然后是破甲，好，一样有没有星骰？我只要想看星骰，彗星，哎呦，弓箭骰的不同版，暴击版本，弓箭骰的打只打前面的弓箭骰版本，哎，还不错。还不错。然后攻击可使目标减速，冰骰，好，锁骰，丢。然后这个是攻击极速超快，攻击速度超快的机甲。他们，这样差别在哪里？这是极速，哦，这应该是传说骰，这应该是英雄骰啦，因为颜色不一样啊。这应该是普通骰，对，这应该是风骰，普通的风骰。哦，他已经把你换好了。好，那好，那下面是传说完了，然后我们继续看普通骰。电风对优先对三个敌人造成电流伤害，伤害递减，他没说减多少，可是应该是一样吧，150、70或者170、50，随便。来使敌人中毒，每秒造成额外伤害，中毒伤害也太高了吧，90初期就那么高。然后乱世，这一点都不机甲，这不是机甲吗？然后你给我一个箭头，随机攻击敌人，啊不是机甲，这些都很机甲啊，你给我出一个，然后天命，你的机甲到底在哪里？随机伤害随机的机甲啊，赌博骰，然后紫光对周围机甲攻击速度增加0.66%，还行，它升级一次才加0.3%啊，不是，是游戏外升级加0.3%。然后尖刺刺骰，然后这个是幻灵，合并时召唤特定怪物到敌方场上内。哦，这个是转移骰，可它转这个变成只有英雄，英雄还是稀有，反正就没有很没有不是传说骰哦。其实我也觉得转移，好、啊呵呵，不能这样讲，每隔一段时间内增加能量矿山，然后量子能造成持有能量哦，就是能量骰，然后周围几率的暴击率暴击骰，然后激光骰啊，就是雷射骰啊，一模一样哎，没有新增。来，流沙在路上放回卷曲效果的沙坑哦，它不是传说哦。其实我也觉得沙坑不适合当传说骰，对，我觉得它好像不够格，感觉应该再强化一点啊，不然沙坑好像就这样子而已，对不对？有一定几率造成相当于敌人50%血量的伤害 ，BOSS 除外啊，就是光剑、啊，真的叫光剑，光剑就光剑，电渊对吧？电最多12个敌人造成额外的电流伤害，哎呦，改电的强化版哦，一次电12个，还是说它六星，它一星就电2个，两星电4个，改电的强化版，再叫电铃，合并时对场内所有怪物哦都会。范围核弹，全场核弹，可是他只打伤害，而不是打趴上，也不是打什么的，而且他本身有普通攻击，这样也不错，这个不错，我觉得算是核骰的基础，也可以拿来用，好希望哦，官方拜托一下，来合并时获得营养是那个祭品骰一样，然后沉默骰合并时随机沉默地方一家机甲，哦，我觉得这个也可以，就是一种暗杀的非传说的暗杀骰，因为只有沉默而已嘛。可能过几回合可以过几秒钟可以解除这样子，然后合作无效，所以说合作就没有效果喽。他好歹也，然后致命有一定几率击杀，有一定几率一击击杀点，就死亡骰，然后瞬移骰一样，有一定几率将敌人传送为原点，只能生效一次。OK， 然后是交换，有时候觉得啊，你不都是机甲吗？啊你，你对又怎么又好？来，我们来看传说骰，传说是最可以发挥创意的地方啊，来。魔力骰与相同点数的机甲合并时，将其升级哦。营养骰，机核核弹，核弹地雷放置在路边攻击地雷的特殊就一样一模一样，还会有特殊地雷这样子。
复制一个自身啊，小丑死绝哦，这名字还蛮帅的，让周围的机甲有几率造成一级毙命的效果啊，就死亡嘛，地狱嘛，对不对？盾骰 OK 一样，然后领每隔一段时间召唤暴风雪啊，就是暴风雪啦，都写在上面了。召唤哎啊，真的都一样吗？太阳13913692哦，对，这个刚刚的骰子玩起来像是12个，所以一个版面可以12个，所以它可以。哦，这个还不错，可以到12颗哎，全版面太阳，真的全版面太阳。原种生成一定时间后啊，自动那个成长骰暗动，每隔一段时间变身攻击数加起来，攻击三个目标。哦呦，哎呦，它不再是那个满爆了。哎呦，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。哎，如果台风改成这样，我觉得更好，因为我不求满爆，我反而要求的是它攻击速度更多，更多一点，多一点。哎，对，这还不错，这还不错。然后刺客是就是暗杀骰，然后闪。合并时增加对面怪物的移动速度，合作减速，它是合并时哎、欸，它不是召唤哎、欸，嗯，而且直接持续五秒钟哎、欸，这感觉怪怪的吧？哦，升级可以加五，龙宝这名字很可爱，每隔一段时间变身，攻击速度最大化后随即哎、欸，哦，所以这跟两个是不一样的、欸，暗动。跟龙宝，哎呦不错哎，就也不错。然后攻击比较啊，那就是这个就台风，那这个是新的，这个是新的，这感觉也不错。然后元素哎、欸，完全没变，完全没变，而且它还是 7.2 秒的版本，然后它的伤害也到8%，有这么高、啊？然后减四次的话3.2，所以是4秒钟8%，我们是3秒钟6%，这样是我们比较好，因为我们转了快25%四分之一，所以6%的加二分之一的话是哎、欸，那差不多。哎，没有，我们还弱一点点。假设它一样都六颗的话，时间一模一样。OK， 等一下，我刚是看到一个，哎，没有，看错，时间骰，这就是时间骰。好，然后最后一个是组合，哦，天啊，怎么一模模一样样啊？那个我就抄到时间，那个抄到连组合都抄，就真的是太明显了，不演了。然后这个是直接拿十颗钻石，哎，它真的坏掉了，好，封测不能这样讲。然后是锁骰，然后这个是。忘了这是什么？再看一次，这运问号。天命是谁？哦，赌博骰，然后暴击骰，然后这个是啊，算了，忘记了，不管了。皇家宝箱1980会有什么呢？100%拿一个传说骰，1980，那也一抽都没有哎。所以他现在也不能处置哎，可以，等一下加号。不给，很好，不给你花钱，还不错。然后电池，那个换电池，我还不知道这个到底什么东西，钻石的这个东西。然后机甲没了，好，那感觉东西还蛮少哦，比较少，偏少。那角色呢？现在很像，我觉得还有角色这个功能真的不错哎，就对，还蛮哎，是我刚拿到的就这一只嘛，很巨的那个，很巨，火力全开500什么意思？我要花哦，没有，不是哦，他花500块，还不错哎，花能量，然后你可以放技能，全体机甲变成火炮模式，且攻击增强，攻击速度增快，维持8秒钟。火力资源被动技能，每隔一段时间就召唤歼灭机攻击怪物。哦，还有被动技，哎呦，什么时候才会有呢？然后芯片，哦，这个叫芯片，芯片要3万块，3万钻。如果大家想3万钻的话，换一只角色要这么贵啊？哦，没有，那一只特别贵，这才1200，有没有那么可怜啊？有没有那么可怜、啊？这只是因为香，是因为封面的关系吧？而且还自己打马赛克，哇，这个，哇，这个。然后这个是啊，不是看不到颜色啊，有点可惜。琉璃之术，对面怪物变身且移动速度增加，持续20秒。哎呦，我觉得这招反而这个反而强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反而比这个强哎、欸，比火力全开强哎、欸。因为在对方快速的时候再开下去就更爽，不是吗？我方击杀怪物到对面血量时增加，哎，这只真的不错哎、欸，看起来真的很强。然后这个是送的，叫百音之百变，不知道它会不会是那种那时候是手抽的，如果手抽的话感觉要爽。对面随机5只机甲变换形态合作，这感觉还好，因为有时候会帮别人 bonus 一下，对。每合成5次自愿是，哦呦，自带召唤呢，哎呦，哎，这个系统真的不错，这系统真的不错。然后让敌方5名机甲减1等，哇靠，全范围暗杀，哎，这个很强。然后每5次合成敌方随机名升等，哇，自带生长跟暗杀，哎，这个也超强。那反而这个整个弱掉，这个完全弱掉。这次还不错，这两次我觉得是完全不同的感觉。这个是可以把别人就是压力很大的时候再推一次，这一波整个就是。它叫伊莎，好吧，这个叫百变鹰，然后白琉璃啊，刚那叫赫拉，然后叫熊猫，对面怪物变身为高血量的猫熊，持续10秒钟，哎呀，
好哦，全部变身啊，全部变身哦，就是血量变多哦，这个也蛮恶心的。如果是王的话，再变一次，对，不知道王能不能变啊。然后召唤熊猫合成四次，对敌方场内出现一只猫熊哦，小猫熊，小猫熊，哎、欸，好，那这一层还好对不对？一般般。然后这个、哦、都很巨。好，欢乐豆子他叫小福，刚刚那叫什么？熊庙啊，讲过召唤的召唤吃豆人。隔壁那个吗？逆行攻击我方的怪哦，可以往回走，达到起点后，怪物为作为怪物在对面出现。哎呦，等于是有两种功用，对不对？就每一只都碰伤害过，全场伤害啊，伤害完之后再去对面当那个小怪物这样子。每合成三次，操纵战机追踪攻击最前面的怪物，持续八秒钟。嗯，这样感觉弱弱的，哎，这个反而没有很强，对，没有很强。然后没有，这最后一只，这个突然觉得男生跟女生怎么差这么多、啊、好像被歧视了一样，男角跟女角怎么差那么多。好，然后叫召唤美猴王，等一下，他叫钢头大圣降临，召唤美猴王，美猴王拦截怪物，不知道拦截是像就是一个大盾牌这样子，一个盾牌扛20秒对不对？然后每28秒回复一格血，这个有用吗？因为通常一输，好、啊、偶尔啦，因为通常一输，假设以 random dice 来讲的话，一输通常就直接到结束，对，通常会马上就结束，然后就算你撑一格，很像也撑不了多久，对不对？可是它28秒、欸，每一关的话至少都有一分钟。假设你完全以 random dice 来讲的话，初期两分钟嘛，然后后期大概一分钟，所以至少一关可以补两滴血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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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好友，很好，没东西，那真的不能玩吗？OK， 很像是真的不能玩。OK， 好吧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次再见。我是 PFY， 我们下次再见，3、2、1，拜拜。